清晨四点，天还未亮，马六甲金丝堂灯火通明，志工为制作素粽做准备。十多天来，从早到晚，独特的香料味在空中弥漫。志工在不同角落炒馅料、包粽子，即使忙碌却很欢喜。真的是很感动，尤其呢，来裹粽子的都是老菩萨，他们的体力虽然有限呢，可是呢，精神真的是非常好。我们提醒大家一起来做嘻嘻哈哈喽！啊，也有听到讲扶持国际学校喽，想到哇，我们。能做就来做，你看那些师姐啊，走到终点了还在煮，我们快可以绑就来绑，给他们也是希望早一点回家。慈济的凉惹素粽有着浓浓的南洋风味，很多老主顾每年都来请购。我的朋友是这慈济的 member， 都他就送我两粒吃，吃到很好吃。我也是介绍给我朋友吃，还是正好是一起买哦。本本呢，ada perayaan Visak di hari itu。dan saya dengan family saya dibagi memang sedap, sangat sedap. 一家是我的，一家是那个海鸥老板娘的，她每年都买的。两万多颗素粽，义卖所得捐给慈济国际学校，让这个端午过得更有意义。大爱新闻吕佳佳、钟建明，马来西亚报道。